伴聊，这不求更准，真的。你讲了我宁愿每一天对你讲的话最多，但你还是不懂在说什么，我觉得很扯。嗨，张明峰。然后港仔比较聪明，港仔是讲什么他都一句都懂，这就是默契。我本来就很希望赖是谁，知道的。你又不是第一次来看我。在这，然后呢？你今天问呢？又在那边给我
鬼打墙，从昨天晚上就这样嘞。然后都问你自己想要知道的事，我跟你讲的你都没有在听啊，那你问干嘛？嗨，青爷，谢谢姐仔点亮。好黑哦，陈总监好黑，他好像是马爷，他是那个小雨猫的那个组长，对不对？超好笑，真的很黑，笑了我还行，对啊，软软就是这样子。嗨，师傅，嗨阿贤，嗨，晚上好。他撞了柱子，我想帮他加油。他还没爆，他还没炸哎！天哪，爆了！很想炸，总监亏了。爆了！嗨，林峰正，晚上好。我今天输了300万哎。阿姨，今天输了300万。看一下哥哥，软软，你该不要一路陪我到12点吧？是不是？